今天我们要介绍 DHC 2020年购物节，2021购物节。那首先呢，打开这个第一箱，那它两箱都有赠品，那一个是小背包，那它都会有一些这个。首先是这一个纯染金唇皂，然后再来就是精华霜，里面有三包这个金盏花的萃取胶囊，然后再来就是一样的精华霜，然后再来介绍的就是一些保护卡跟这个赠品袋。再就是这一个赠品，就是两只喵的收纳后背包，它里面也有附那个绑带，可以背在身上，就是三用。然后再来呢，我就是看到这一箱小箱的，这边也是精华霜，这边还有这个小赠品是两只喵的购物袋。三包的这个金盏花，跟小镇，这里就是比较小一袋。那我现在就来介绍这个，它主要的赠品是这个后背包。开来之后呢，它就是有一个袋子是装的，然后它是可以。因为它这边，它这个包包是可以，就是这个背带可以绑上，然后就变那个肩背的背包，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后背包，它这个是属于比较小的，然后可以这样背着，背起来就会像这样，然后这一个呢，只要把它的这个绑带。扣到这边就会变成一个，就是这种包包，就是斜背的。然后它整个图案就会像这样。然后这个后背包呢，后背包的图案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格子，就是放一些小东西用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以上就是 Robert 啊，对，还有这个就是两只喵的购物袋。一样就是把它拆开来，就是环保型的购物袋。拆开来之后，它也有个套子。打开来之后呢，就是这种小型的这种购物袋。它的图案也是，就是跟背包的是一样的。对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以上就是 Robert 的各种开箱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并且按赞，拜拜。